哎呦，这个尼亚姆动技术动作还是很标准啊。是。哎呦，高扫、哎。哦，这个都不错啊。对，就没钻进去。对。注意啊，尼亚姆这个左腿啊，他有起腿能力都有啊。小谢，你看，他连扫带踢。对。哦，他这个王聪这侧腿踹不动啊。嗯。他这个防守肩架多硬，你看啊。尼亚姆反击的机会，角度没了。第二局王聪其实加强了左右的、尤其是往自己左侧的这个移动啊。啊，王聪的在连续输出的能力上绝对是很强。对。但是面对一个十九岁的小将，尼亚姆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在是。尼亚姆这第三局要主动进攻了。对。第二局的输出频率还是太少了。哎呦，小心！好的。追击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还要自己做机会，做出来，对、制造机会啊。面对王聪这样的老将，不会给你太多机会的。对、这样很好，胶劲儿也有。哎呦，这是刚刚那个高扫，但王聪还的也很快。我在想，如果王聪同样也是反架的话，他这个。你们说了算，红方上。